未来的疫情会不会扩大？那当然有这个可能性。哦，我们看到，哦，全世界在前一段上个礼拜有多次，大概有四五次，一天都超过300人以上，最高看到347万，哦，这样的一个染疫的情形。哦，那台湾的国门并没有封闭，哦，所以未来再扩大当然是有可能，但是呢，我们也有另外一个可能，也有可能把它能够控制住了哈。到目前来讲，跟刚刚也报告说，现在我们大概还没有办法了解的一个，哦，传染的一个路径，再就是新竹的这四位的家人，哦，这个还要进一步的去厘清。那至于在联邦的这几位，那都是在控制之内的。好，那在于西提这边是知道来源，但是要持续的疫调。